5月14日，端午节即将来临，郑伊健在湾仔乐基中心出席了齐心划桨贺端阳记者会，并同民众一起包粽子。身着绿色 T 恤的郑伊健显得神清气爽，再次蓄起长发的他形象仿佛又回到了古惑仔时期。伊面去年也有参与划龙舟比赛，今年他表示会努力练习，希望跟大家一起赢得冠军。去年是太风云，所以不在香港，再回来是为了这个活动，所以没有训练，也没有锻炼，就是一开始的比赛。但是这次我们要准备，希望可以练习多点，因为上一次我们拿到那个第三名，希望今年可以拿到第一名。早前伊面搬新居，曾被拍到同朋友一起吃饭庆祝。问及女友蒙佳慧是否准备搬入新居同住，伊面则没有正面回应。这个问题很不要问，你看到这也是很普通，我觉得。但是他拍到这边大部分，不是大部分，全都不是我的女朋友，而是我的女性朋友。一起吃饭，但是全都不是他。